我去，我去，死了！哎，我去，别闹，这才养多长时间呢？哎，活着没？这怎么瞅着蔫巴登的，半死不拉活的呢？扔两根泥鳅试试。完了，这干饭都不积极了，这状态绝对有问题呀！哎我去，这状态没问题呀！不是，那你刚才整那个要死的样干啥呀？不吓人都怪的，心脏病好像没让你给我吓出来都。我瞅你那一侧躺，我寻你要死了呢。还侧躺，你给我这个立着，你给我躺好，不是，立着你给我趴好。你挺好一条鱼，闲没事躺着，快躺。你再躺一下子啊、哦，再躺一下，我现在立刻我去查鳗鱼饭怎么做。行，乖，听话，把那根泥鳅吃了吧。